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今朝大會主席咧就我提出嘅903項有關呢個2014年反腐條例修訂草案嘅修正案咧，就作出呢個裁決。咁結果咧就減到42條。咁啊，有關嗰個裁決嘅內容咧，即係大會主席裁決嘅內容咧，咁我哋已經擺咗上網，都發咗俾啲傳媒機構噶啦。咁啊，佢將佢分咗幾類嘅，有啲係實質修訂。咁啊，實質修訂有70多項，咁佢都刪咗我35項嘅，即係話呢個係實質修訂嚟嘅。不過我都唔俾你睇。咁至於其他嗰700多項修訂咧，即係應該講800多項修訂咧，就全部俾佢即係否決曬嘅。咁咧就我首先做一個初步嘅回應啦。第一，即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嘅裁決咧，個內容係好偏頗，有違議長獨立超然嘅身份，徹底讓行政機關踐踏立法會尊嚴。本人深表遺憾。第二，主席裁決是籠統提出所謂實質修訂的要求，但議事規則第57條根本就沒有隻字片言要求修正案必須是實質的修訂。為了協助政府阻撓本席提出修正案以改善條文並提高法案水準，主席不惜胡亂堆砌理由濫用權力，十分可惡。第三，本席903項修正案都是言之有據，並且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和律政司公布的《香港法律草擬文體及實務指引》的法律草擬政策提出的。那個目的就是第一，改善版權條例和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行文用語，尤其是令相關的條文的中文文本呢能夠以準確的中文表達，減少中英文本的歧義。第二咧，就按照律政司指引咧，務求盡量令到版權條例同埋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符合政府當局目前嘅法律草擬政策。第三咧，盡量確保版權條例同埋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嘅行文同用字一致，減少出現歧義。第四咧，條文不清晰嘅地方作出補充，令到條文嘅意思咧更加清晰準確。咁最後咧，只係得42項修正案咧係獲准提出嘅。咁呢個係非常之荒謬嘅一件事。嗱，呢一次裁決咧係一個政治裁決嚟嘅。由於主席否決所有就特別假期2015年9月3日條例草案提出嘅修正案一樣，呢個都係我提出嘅修正案。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一而再、再而三，為咗政治目的而限制議員嘅提案權，矮化立法機關，容許行政當局喺立法會行使呢個行政霸權，禍害深遠。立法機關竟然不能夠提出修正案來改善條文的草擬，這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第五，主席的論點根本不能夠自圓其說。在裁決文件的第30段，他認為本席提出的741項修正案只是對行文作出修訂，屬於瑣屑無聊的修正案。但在37段那裡，他又說要求政府認真考慮這些修正案，那就是自己蓋自己。我引述曾主席話：我明白黃毓民議員作出很大的努力，謀求改善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擬及行文。依我之見，黃議員提出的意見及草擬建議值得法律草擬人員研究，而我希望政府當局會認真加以考慮。既然主席認為我呢啲修正案值得加以研究考慮，咁點叫我瑣屑無聊呢？係咪即係自己升自己一巴咧？係嘛？咁就冇得解釋嘅就係政治目的咯，就係唔俾你提。因為提903項，咁係咪拉布啊？啲記者成日問我係咪拉布？喂，大佬，我做賊，我冇話俾你聽，我先做賊噶嘛？啱唔啱啊？係咪？主席話：，佢話無意拉布。你話903項議案修正案，如果喺個大會度
要去辯論嘅話，你話會唔會拖延到個會議時間？你話個客觀效果就係一般人所講嘅拉布啊嘛。但係我而家唔會話自己係拉布噶嘛，大佬係咪？我真係好認真，好似主席話齋係咪？黃毓民議員提出嘅意見及草擬建議值得法律草擬人員研究，而我希望政府當局會認真加以考慮。呢個係主席裁決裏面其中一段嘅講法啊嘛，咁我點樣瑣屑無聊呢？更何況政府提嗰啲修正案同我嗰啲有啲係即係幾乎係個性質一樣嘅，都提得。即係政府提嘅修正案可以瑣屑無聊，我提嘅修正案咧就不能當瑣屑無聊，係嘛？第六點咧就係喺裁決第41段咧，主席又話確保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需要有效率方式運作，我必須指出與該等。就條例草案而言，瑣屑無聊，而被裁定不可提出的修正案相似的行文修正案，日後不一定必然會被裁定不可提出。即係話你即係對付我啫，係咪？你呢個講法就係話，而家被裁定不可提出嘅修正案，以後都係可以有機會提出嘅，唔代表以後唔提出。咁你係而家攔住我。在第21段括弧 D 那裡呢，他又說凡是修正案已對法案的擬議條文作出行文修改，有關修正案或可獲准提出。那我這個就是對行文的修改來的嘛，是不是？什麼叫做或可獲准提出呢？日後不一定必然被裁定不可提出。這個說法呢又非常之抽象，但是很好笑。修正案是否獲准提出是有一個客觀的標準的，包括根據基本法根據議事規則的相關規定，就不是主席這個或可獲准提出，又日後不一定必然被裁定不可提出，即是這個完全是主席單純的主觀判斷，是吧？那議事規則第57條呢是沒有賦予主席這種權力的。 OK， 再說回拉布那裡，那你現在法院已經說了終審法院佢可以處理拉布嘅問題嘛？咁我而家話俾你聽，我而家提983號，我就拉布啊！你吹啊！咁佢實裁曬你噶嘛？點樣俾你停啊？係咪？咁冇人會蠢到咁交關噶，係咪啊？但係如果我提903號修正案，就削正我200，你都頭痕啦！兩個會期點講得完咧？聖誕節之前點講得完咧？一定係 see you next year 啦，係咪啊？第七，主席不斷傳後矛盾，旨在堆砌理由阻撓本席。本席對條例修訂是否合理，是否比原條文更好，交由各議員投票表決就自有判斷，係嘛？呢個就係我哋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應該有嘅責任，包括喺法案委員會裏邊，包括你唔係法案委員會成員，你都可以提出修正案，係嘛？咁連最後係等議員投票表決去決定你嗰個修訂案通唔通過噶嘛？主席自我矮化立法機關，旨在盲目附和政府，對立法會傷害由深。立法會主席基政治原因否決本席合法合理的修正案，在12月9日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當日，如果因為咁而引發群眾或者網民衝擊立法會，亦都使到相關條例的爭議升級，一切後果是由呢個特區政府同埋立法會主席負責。我今天稍後時間就會在我的 Facebook 專頁裏面就再做一個詳細的書面回應。這裡就是首先初步回應了，就是主席，因為他那篇文我都看了很久，我要看完所有我的修訂，接下來呢就陳嘉敏主席，我那些相關條文的修訂是關於什麼，因為你可以上網看，我們放在上網。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說你這個所謂裁決是不合理的。第二就是政府的回應也是非常之霸道的，這樣的話你會衍生很多問題出來。我們在未來這個大會呢，每一個大會只有兩日時間，首先就是議讀，每個議員可以講15分鐘，我想很多議員會發言，因為這件事已經搞到大家興合合，很多網民啊，星期三也有人圍立法會，一定很多議員發言，那裡起碼佔了一日的時間，接著就政府即是議讀了，投票了，議讀一定是通過的，之後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就即是辯論修正案，首先就是政府的修正案，接著是議員的修正案，政府都一堆修正案，每一條修正案議員都可以發言15分鐘，或者重複發言15分鐘，只要你不要離題，不要重複內容。那如果那些人認為我要拖延這個法案的審議的話，那他絕對可以發言，是不是？
譬如我哋可以就個在字同個於字嘅分別講十五分鐘都得嘅喎，係咪？咁所以拉唔拉布咧，你就係睇而家嗰啲啊所謂經常拉布嘅議員啊，包括我都被認為係拉布嘅議員，或者嗰啲泛民主派議員點樣做啦？如果泛民主派話：，哎，我哋唔會參加拉布嘅，咁你只係投反對票啫，咁你咪自己同啲網民交代咯，係咪？嗱，所以件事就變得越嚟越複雜。咁我答你嘅問題就係、是、今日我只係就主席嗰個裁決，我做翻一啲技術上嘅回應，係嘛？就翻個法例本身、議事規則本身，我做翻啲技術上嘅回應，然後指出荒謬嘅地方喺邊度。佢有佢嗰套講法，我有我套講法，係嘛？咁就等大家去判斷，唔係都等啲議員去判斷。OK， 就係咁樣啦，好嘛？好啦，今晚秋陽打劍完，咁啊開頭嗰段片咧就八分鐘嘅。咁我哋都少播啲片，更加少咧就係鬱敏好少搏米嘅拍法嗰度，好少嘅，好少。今次就例外啦。今次例外啦，因為冇辦法啦，你都要，因為誒啲記者，即係譬如好似今日自由風嚇歐嘉倫訪問我咁幾分鐘咁，咁我都要講噶，係咪？咁事實上我提出903項修正案，佢而家俾佢 cut 到得翻42啊嘛，係咪？咁而家大家就變咗喺度討論一個問題，究竟拉唔拉布咁？咁其實我覺得再討論呢個問題都意義不大啦，因為你而家咧嗱，佢有一個即係議事嘅程序嘅。我上次喺度都好詳細解釋咗啊，即係呢個版權修訂條例啊，成個即係流程啊，立法嘅流程啦，係咪？咁而家當然啦，即係俗稱網絡23條嘅版權條例修訂案咧，咁事實上啲網民咧非常之關注啊，係咪？咁啊喺禮拜六咧。咁亦都喺西洋菜街有個集會啦，係嘛？咁呢個鍵盤戰線咧就負責啊去主辦呢個大會呢個集會啦。咁亦都發生咗一啲風波啦，係嘛？咁我就唔會評論嘅。雖然提到小弟個名係嘛，咁我覺得即係而家呢一個 moment 咧，再去爭論呢啲咁嘅即係啊基於私怨、基於人性惡質一面嘅表現嘅嘢咧，我覺得係毫無意義嘅。嗱，而家擺在眼前嘅就係呢一個所謂網絡23條咧，我上個禮拜都講咗啦，係100%會獲得通過嘅。咁而家我哋只係叫做苟延殘喘，即係盡最大嘅努力啊，以時間換取空間，即係話咧，喺嚟緊嘅兩次大會9號同埋16號，係嘛？我哋都通過呢一個冗長嘅發言啊，而令到。嗰、那個條例咧冇辦法喺聖誕之前或者呢個2015年之前咧係喺立法會得到通過嘅，因為根據立法會嘅議事日志咧，12月16號係本年即係今年嘅2015年最後一次立法會大會。咁再嚟咧就去到2016年嘅年頭啦，係1月份啦，係嘛？咁你用時間換取空間就係話我哋盡量啊。你在這兩個會期裏面，即是說9號和16號都令到他沒有辦法去表決，即是三讀，我意思就是因為二讀呢星期三就或者星期四就已經是 要投票的了，二讀之後呢就進入一個叫做全體委員會階段，整個法案要真真正正得到通過呢就要最後三讀通過才是的，所以他的過程就是這樣的。12月9號呢一條條例在立法會大會恢復議讀，咁喺恢復議讀嘅時候咧，就呢個議讀啊，立法會議員咧每人可以發言15分鐘，咁呢個係一個我哋一般叫主體發言，對成條法例呢一個2014年版權條例草案成條法例，我哋嗰、那個即係、意見啊，咁你可以發言15分鐘，係嘛？咁啊，15分鐘完咗之後咧，每個議員可以15分鐘啦。咁你而家有69個議員，除咗個主席，都係可以發言，但只可以講一次15分鐘。完咗之後咧，就進入一個即係實真，即係進入一個叫全體委員會階段，即係立法會大會就變成全體委員會啊。喺議事規則裏邊講得好清楚，變成呢個所有嘅法案嘅審議喺立法會二讀、三讀都係要。這個程序是必然是經過的，這樣才叫做合法通過條法例嘛。這個全體委員會階段就是政府會有些修訂案，那政府也有一些沒有修訂的條文要納入法例的，那麼你們都可以辯論，立法會議員都可以講嘢，可以講15分鐘以上，每一節講15分鐘，但你可以無限次，只要你的發言內容是跟回
這個辯論的主題，沒有離題，主席就會讓你繼續講。所以我們過去的做法就是盡量就是利用這些空間去不斷發言，一會兒我會放回2012年我們那些冗贅發言的片段給大家看看。那時我記得我是一個發言時間最長的立法會議員，就是次數最多在那個階段。最初就只有我和大舅兩個人輪流發言，後來就加了一個長毛，再來呢頂不順了，我又眼又有事了，就鄭家富又試過講過幾節，何秀蘭結果講過兩三節，就是這樣了，我記憶中。有一段階段去到這些所謂修訂案要表決的時候，陳偉業就回加拿大溫哥華探親，剩下來的時間我就在立法會表決，我就去 move 這麼多條，因為之前呢就已經被立法會主席終止辯論，剪了一步，接著就要正式表決了，就是這樣。那時他還未覺察到個危機，後來都發現不行，所以整個立法會這個選舉條例呢就在那個時間就始終三讀就可以通過了。接著下來呢就有其他重大的法案在這個議會裡面呢又是要辯論的，要議讀的，又包括公司法很多條的，我記得是又有這個五司十四局架構重組的決議案又要拿來，結果個決議案就掛了，接著在財委會又掛了，就變成就五司十四局就被我們拉倒了。那時候的版權條例2012年版權條例呢就因為這樣沒辦法提交去大會恢復議讀，在法案委員會已經完成了的了。那時候的法案委員會就是我們可以拿一名單出來，大家看到2012年的這個版權條例草案委員會是什麼人，是吧？一樣有劉慧卿，一樣有何秀蘭，有個湯家驊。湯家驊就說如果沒有輕微經濟損失的，不會招致輕微經濟損失的，那就 OK 的了。那時候都沒有這些所謂豁免棄房就是這些所有的豁免全部都沒有的，是吧？那時候民主派都支持的了，說了，是吧？我們就反對，是吧？那結果呢是法案委員會完成了一個階段，沒有辦法在大會恢復熱度，於是就擱置了這條法例。於是事隔兩三年就重新提，就改過一套新的，就是現在這條，是吧？好了，我們講回接下來的星期三，之後日第一就是恢復熱度，大家就主體整個這個法例的主體發言15分鐘，咁啊，任你噏乜蠢都得噶啦，基本上就係、是、呢、這個網絡23條啦，講下安全講啊，講下合約凌駕性啊，講下呢、這個版權豁免加入公平使用啊，或者源自使用者個內容嗰啲咁嘅條文等等啊，呢啲咁啊網民關注，你咪攞出嚟講咯，係咪？咁而家泛民就話，如果呢啲咁嘅修訂案被否決，咁佢哋就會投反對票。最初咧，民主黨善眾皆行出嚟啫，就話佢哋民主黨會贊成嘅。咁而家見到即係波濤洶湧啦，出邊係嘛，群情洶湧，冇計啦，係咪？咁想死咩？係咪？咁你毛孟靜都講到一嚿嚿啦，係咪？即係范國威又唔係法案委員會委員，佢一嚿雲添啦。咁而家梗係要拉啦，係咪？話唔知拉乜春，揾咩嚟拉？我唔知啦，響鐘咯，係咪？點人數咯？喂，而家啲人醒好多，14分鐘到就翻齊嚟㗎啦嘛！你點啊10次8次，係嘛？咁佢啲人都醒啦，咁我俾你拖2-3個鐘有咩用咧？冇用㗎嘛！最緊要啲修訂案可以發言，因為每條可以講15分鐘㗎嘛，就考你啲議員有冇嗰種能力，有冇嗰個即係有冇咁多內容去講，而唔會俾曾鈺成話：喂，黃毓民議員你又重複啦，黃毓民議員你又離題啦咁。係嘛？會唔會咁咧？啊，過去係咩人最容易俾個主席話佢離題重複嘅咧？就大家有眼見啦，啱唔啱先？係嘛？好啦，呢、這個所謂二讀之後，嗱你咪計咯，照成啦。嗱，我估計點都有一半人講啦。咁你當佢35人乘15分鐘，咁禮拜三一日就完唔到嘅，因為禮拜三個大會咧就係11點開始，到夜晚8點鐘就完。咁啊，好啦，頭嗰段時間咧到2點鐘咧，11點到2點咧就係嗰口頭質詢6條口頭質詢。需要的時間，到正式回到這個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呢，就應該是禮拜三的下午2點多鐘左右。那你2點多鐘至8點就剩下5個多小時，是吧？那這個所謂主體發言關於二讀那裡呢都未必說完，那就要第二朝禮拜四的9點開再復會的時候呢，那就繼續說了。那我估計呢都要到了下午才進入第二個階段，就是那個全體委員會階段。那現在我最新收到的就是曾鈺成將他定了5個階段的辯論，然後就表決，接著就三讀，是吧？
咁第一項辯論咧，嗱我而家就驚佢會限咗時間俾你，咁你就真係冇得喐。限咗時間嘅意思就係話，佢將呢啲辯論咧，每一段辯論限死咗個時間，然後到呢、這個10月16日嗰、那個會期16、17、18、18號就一定要完啦。如果佢咁樣行咧，我諗曾國成佢要承擔一個好大嘅政治責任。你真係夾硬嚟㗎啦，呢個係咪？譬如我舉例，佢而家將我嘅修正案排喺第四項辯論，咁即係前邊已經講咗好多，好有爭議性一大堆，講完花好多時間，到我嗰度咧，佢就快刀斬亂麻，因為我最有殺傷力。嗯。嗱，呢條友都好撚陰毒嘅，而家講一講真係。嗱，呢啲安排係好撚技術、好專業嘅，好多人睇唔明。第一項辯論個辯論主題就係版權豁免加入呢個限制合約凌駕性嘅條文。嗱，呢個係郭榮亨，最早係郭榮亨喺個法案委員會提出嚟嘅，所謂合約嘅 override 嘅問題。咁我都有提，我就覺得郭榮亨呢一個修訂案唔夠完整，我就提咗另外一個關於合約凌駕性修訂案。結果咧就俾曾玉成咧就懟冧咗。啊，郭榮亨嗰個可以提，我嗰個唔准提，係嘛？即係你話屌幾大細招咧，真係。係嘛？咁喺大家可以上網睇，我將呢個立法會主席就嗰個議員嘅修訂案做嘅裁決嗰個篇嘢都擺咗上去嘅。你大家有興趣你就睇啦，唔好喺個 Facebook 打飛機啦，打罵戰冇撚意思嘅，有啲學問先睇，有啲知識，唔好好似屌你啲人力嗰個主席笠埋嗰啲嘢咁戇鳩，係咪？你有知識先得嘅，係咪？又唔好學嗰個屌咩 B， 屌你咩嚇？話咗唔拉布啊，咁啊屌你咁樣咁，你做賊啊，唔加產，你會話俾人聽做賊啦，係咪？嗱呢啲咧就即係唔好做呢啲咁冇營養、冇智慧嘅嘢，係嘛？要話啲學問上網睇啦，有曬嘅，排曬喺度嘅啦 ，OK。係嘛？好啦，呢個就版權豁免加入限制合約凌駕性條文呢一個修訂咧，其實係郭榮亨提，但係咧當時喺法案委員會咧就通過咗由委員會代提，咁即係話陳鑑林提，而家用陳鑑林嘅名義嚟提嘅大佬。另外到第二項辯論個辯論主題就版權豁免加入公平使用。同埋源自使用者內容嘅條文，咁呢個第二、第三組嘅條文咧，呢、這個修訂條文又係由陳鑑林代表提代提嘅。咁其實呢兩條咧，呢兩組咧就係何秀蘭同陳志全嚟嘅。咁呢啲都係網民提供俾佢哋嘅。啲網民就對我好客氣，冇人提供俾我嘅，因為我都900多項啦。老實講啊，如果你提一項修訂案，點拉布咧？請問係咪？好簡單道理啫嘛，係咪？嗱，我可以同大家講，係喺個法案委員會裏邊，我開咗咁多次會。嗱，我可以喺呢度講，喺呢一個法案委員會裏邊，咁多個委員，冇人講嘢嘅時間長過我，冇人講嘢嘅時間多過我。即係換言之，係冇人比我更加了解呢條條例。可以咁講啦，係咪啊？包括你善眾佳，包括你莫乃光呢啲，都係喺呢個法案委員會度，係咪？我見佢時間非常之少，係嘛？亦都好少聽到佢哋發言，係嘛？咁即係話大家都冇個意識話呢個網絡23條我要拉布啊，冇嘅從來。所以我而家覺得呢個拉布嘅爭論係好撚白痴咯，拉唔拉布啊？係嘛？係嘛？你即係問我食唔食飯啦、啊？咁冇意思嘅，講呢啲嘢係係嘛？因為由頭至尾都冇拉布嗰個意識，對於呢條條例，包括你梁國雄在內。因為你梁國雄唔係嗰個法案委員會嘅委員，你根本冇去所謂 carefully study 嗰個標啊，即係用佢哋嗰啲即係中英夾雜就係咁樣啦，係冇啊，係咪？你都唔知頭唔知路，包括我提嗰903項修正案，佢哋都冇嚟問我，包括你即係你陳志全又好，陳偉業梗係唔會問我添啦，屌你，佢見到我就另眉面啦，係嘛？咁但係做大事唔係咁噶嘛，都冇話嚟問我，大佬我啲內容係乜冇喎，係咪？反而陳志全有同我傾過兩嘴，咁我同佢講，我話嗱，我就會搞佢噶啦，係咪？咁到時咧，你又幫下拖啦，係咪？咁就咁咯，係咪？我會俾料你哋嘅，係咪？咁而家我俾條毛啊，903項俾佢刪剩42，我自己都未夠講，咁啊，我點俾你啊？包括梁國雄，我都有同佢講，喂，我俾料你啦，阿武哥，你幫幫手啦，係咪？講咗㗎啦，係嘛？淨係響鐘冇用㗎，我話係嘛？我哋嘅目的就係令到佢今年2015年過唔到先，
下一步就出年，出年先算，就是、時間換取空間，係嘛？休息一陣先啦，唉。